外边冷，别着凉了。你怎么醒了？你应该好好休息的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没保护好你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曾经你已经保护过我很多次了。昨天你问我之前都发生过什么，我虽然答应了要告诉你。 可是我还是很害怕，你真的都想起来了。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？是，所以我更希望看到你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活着。那些不好的事我都不想让你想起来了。可是你说的对，那些事无论是好或不好。 都是属于你的，我应该要告诉你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也许我能想起来，可能这辈子也想不起来了。但现在发生的事情，我相信我永远都不会忘。